咋的？今天做啥大事儿呢？啊，今天大事儿，滚雪去弄去农村。不是这个事儿。啊。买房子。啊。不说这个。买工作室。你那个嘴。啥大事你不知道今天？我啥时候说跟你结婚？不，先不跟你结婚，烦人一天。就看你生的一万啥二胎二胎，啊什么事儿啊？喝。那么这点事儿都让你抖了出来了。喝茶不是奶茶，就是茶。今天我跟缇娜，我们俩完成了一件他在咱们国内的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续签证。续签证是啥呀 ？Visa 啊，什么小事儿？这孩子给我小事儿呢？没有 Visa， 你能在中国待着吗？我有姑娘，都不要你了以后。还是你签的啊？啊，他那是我的 plan 啊，你啥 plan 呢？啥计划？结婚生孩子，然后离婚，然后跟孩子那个孩子大了后，我们就。那个就是给结了行，不用老公是吧？就利用老公生个孩子，哎，就能在我们这待着啊？还是你签的？对。然后领导就喊你爸爸给我结，我跟妈妈一起去那个肚子肚子肚子有帅哥。哼哼哼，这么反应真反应，听得厉害。因为你跟文龙。没有劲儿，他退。别刮了文龙，听得厉害。因为他的女儿是中国人，然后所以呢，女儿能邀请他，在咱们国内待着，探亲签证。今天续完了，又能在这待两年。两年之后赶紧走啊，赶紧回俄罗斯。翻音，你那个嘴有点保门的，以后别啥都说。两年后我再来。跟谁呀？不知道。谁给我 visa？